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这是石头，这是小区的流浪狗。为了让石头有一个爱情，真是操碎了老夫的少女心。今天我们拿了一根火腿肠来勾引，不是勾引，来给这只小灰狗吃，让它和石头成为好朋友。朋友们可以看，这只狗子看到了有吃的，还是非常乐意跟石头玩耍的。石头还是没有辜负我的一番好意，一直非常的主动。我们再让它好好的待久一点，产生一点感情。石头，就是有点护食，它不让石头靠近它，有点可怕。没事，反正这只流浪狗都在小区，我们每天给它吃东西，每天带石头过来接近它。哼哼，好可怕，这护食太狠了。我们要让它们相处的久一点，日久生情了。就是这只小母狗好凶啊。我去，这狗子把我们的香肠叼了，然后走掉了。它是要躲起来吃吗？它把这个香肠然后咬走了，好像给小狗吃啊。我们去看一下它怎么吃的。我们跟上看一下这狗子，它把这香肠叼到哪里去？是不是喂旁边的那两只小流浪狗？差点就让我非常感动了。这狗子把这个香肠叼了好远，然后默默的躲起来吃，生怕石头会跟它抢。朋友们可以看，这只狗子好凶啊！今天我们就拍到这边了，明天我们再搞一些好吃的，让它喜欢上石头。